其實我哋雖然我哋識咗十幾年前，十幾年前已經認識，嗰陣時你同亦都同我表白過，但我哋都仍然未係好真正了解對方。但係自從2014年嗰時正式同你開始之後，唔夠十日，嗰日嗰晚倒數喺倒數完之後，我就同你講，我哋不如結婚。其實嗰陣時我個感覺入邊，我已經覺得你係我一個一直會走落去嘅人。我嗰下係好 surprise， 覺得你好似講笑啫喎，你係咪認真㗎？畢竟我哋都係成十幾年冇話真正去認識對方，依個係到我目前為止都係好印象、好深刻，亦都好難忘。其實搞呢個婚禮嘅過程入邊都發生咗好多事，即係大家都準備咗好多嘢，中間其實都試過唔少嗌霎。不過好彩最後尾大家都係一條心去為呢件事，最後成件事都可以完成得到。希望趙希之後啊，對我更加好啦，更加有耐性啦。咁希望之後我哋大家都會更加容忍同體諒對方。希望我啲牛脾氣改善啲啦。我係一個幾大頭蝦嘅人嚟，所以我其實都幾多謝阿賢喺我身邊成日提點我。我答應你，我會盡量照顧好自己的身體，不會令你咁多擔心。係，平時洗錢上面都留翻啲俾你啦。最想同你讲嘅说话就希望你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嘅身体，大家一齐健健康康，先可以一齐经历更加多嘅嘢，譬如环游世界啦，一齐食尽世界上更加多嘅美食。而另外，我都希望你可以改善下你少少牛脾气啦，咁就更加爱锡我，更加爱我，咁我已经好满足噶啦。阿贤啊，将来嘅事会系点，我哋大家都唔知。但我会保证一件事，就是我永远都会对你一条心，以后都会这么爱锡你，以后同你一起这么生活下去。